个理解题。这样的呀，说书啊，不能戴眼镜。但是呢，我这个近视眼啊，你说真不戴镜子上来呀，我瞧不见观众，瞧不见观众，心里别扭。尤其我这个眼神啊，真是差到一定程度，把眼镜一摘，就看桌子上这些东西都费劲啊！要不每次我摆东西摆得慢，我得摸索着来。刚才云杰给您说了一段，说的这个呢，是一个小笑话，叫看岳母。今天人来的不少，啊，问了一下报幕员同志。说是有二三十位朋友，有老朋友，也有新朋友。你要说云杰说这小笑话沾光，怎么呢？都是小段儿，十来分钟一个，二十分钟一个，大伙儿哈哈一笑，听着蛮有意思。我这小武艺就麻烦了，属于中篇评书，头来几回大伙儿没听过。冷不丁从半截说呢，您各位又不明白，有心改当口吧，又怕跟云杰撞车，万一我说这个待会儿他也说怎么办呢？啊，咱们还是得接着小武艺来，三言五语把故事讲明白了，大伙儿听懂了就完了。故事发生在宋朝四帝仁宗，四帝仁宗皇宫失盗，皇上的一套衣服官袍带履丢了，开封府御前护卫白眼没徐良奉旨去捉拿盗宝贼人白菊花燕飞，查来查去查去查来，查到这个白菊花燕飞落在了陕西的朝天岭，徐良跟他爹爹徐庆还有老岳父严正方打入朝天岭，没想到话不投机当场动手。上次咱们就说到这儿，徐庆这能耐呀，一般的很，听过包公案的朋友都知道，徐庆穿山鼠大如意的三爷，但是能耐很一般，不在二五眼以上，不在二五眼以下，他这能耐正在二五眼上，而且是个暴脾气，几句话不投黄，惨狼拉刀就得跟你动手啊，上去就让人给抓住。严正方岁数也大，也让人给拿住，就靠徐良一个人，这段书叫金丝大环刀喝退群贼。徐良是真有能耐，人不可貌相，徐良这模样不出众，非常瘦，瘦到什么程度呢？跟羊蝎子似的，齁瘦齁瘦，比齁都瘦了，长得太难看了，简直奇丑无比啊！特型演员，这要排小武艺，排白眉大侠，找徐良这样的演员没法找，非得啊弄一外星人来演不可。面如火焰干啊，三角眼，眼角往下耷着，本身三角眼就不好看，大圆眼不漂亮，三角的啊往下再耷着，您想多寒碜，眉毛也往下耷着，你说怎么长的，鹰钩鼻子，嘴角也往下咧着啊，小牙有俩虎牙还呲着，黑牙根肩膀还是溜下来的，你这人奇丑无比呀、啊！长胳膊长腿，活像一个吊死鬼儿，往大街上一站呐，能把人吓死。徐良走黑地儿不害怕啊，黑地儿有鬼，徐良一走能把鬼吓跑了。把徐良扔到阴曹地府，阎王爷得让位，就丑到这种地步。把徐良搁德云社准火。还是一站都张嘴看着就可乐。你说就这么一位谁都不把他放在眼里，但是能耐是真大呀。
您说他得下了多大的功夫，这么瘦，这个气力非常的足，双膀一晃千斤之力，浑身上下硬气功软气功，身背后低头紧背华中武斜挂镖打，身背后还背着金丝大环刀，能耐不小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啊。光看相貌不行，郭德纲郭老师其貌不扬，胖跟坛子似的啊，黑坛子。录像啊，啊，您看郭老师还没脖子，不怕。但是呢，说的是多么的好啊！咦，真的，郭老师那就是我心中的巨人呐！咦，这个腿的人呐，确实是了不起呀！啊，能把相声再次的炒起来，你说没两下子能耐行吗？所以你不能看外表，外表长得溜光水滑，他未必怎么着。哎呀，所以说徐良是真有能耐，这口金丝大环刀。前文书咱们讲了，是威震朝天岭，把个朝天岭总辖大寨主镇八方王继先给挤兑了，问左右谁去战徐良，连问数遍没人答应。你说这多惨的一件事儿！当头的问大伙儿，就是也都是啊包场，但是呢都是文学家，咱们的段子呀人家不爱听，喜欢听真正的纯文人的相声。哪位上去开场必须得山崩地裂，都四角的响，问后台没有一个人敢出去，那可不就得当家的上吗？王继先连问数遍无人答言，这脸上可就挂不住了，心想就一个徐良，你们就这样，真要是开封府的人都来，我这朝天岭就完了，这怎么办？看看两边，心想平时没有事儿疼我，您放心，有我们在，咱们朝天岭那谁也打不了。平时说大话行啊，真出了事儿，一群窝囊废呀。俗话说，国有干臣压外邦啊，这国家没有干臣能臣，那外边肯定欺负你，所以王继先没有办法。哎呀，抬刀，说声抬刀，喽啰兵扛着这口大刀可就过来了。俗话说帅不离位，按说这种场合王继先是不能出席，但是没办法，谁都不去，我去吧。哎，伸手抓刀，就听月了门洞有人喊：“哎，义父，休得慌张！小小徐良何足挂齿？孩儿到我了！”话到人到，谁？前文书咱们讲了，镇八方王继先义子干儿，江湖人送外号笑面郎君，姓沈。此位叫沈明杰，笑面郎君长得那个漂亮啊，小笑脸儿啊，小酒窝，总是乐滋儿，说相声合适，上一见喜啊，甭说话就带包里乐，好使个相儿啊。你说生气看着也是乐，长得真漂亮，能耐也是真大，有大腰里宽。摘下怒金腾蛇的杆棒，跟徐良斗在一处。但是比武之前，沈明杰这小伙他机灵啊，聪明，跟徐良说了：“你号称多臂人雄，三手大将，白眼没徐良，你得把暗器摘了。你说打着打着你打不过我，你用暗器取胜，我不服你。是英雄好汉，咱们刀对刀，枪对枪。”徐良说：“那好办呀，啊，摘就摘吧。”后背大竹筒子，徐良是山西老哥，竹筒子摘下来，腰囊去下去，浑身上下蹦的蹦的，啊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你不能让我把眉毛给染黑了呀！那你吓唬我，我不吓唬你啊。
你长得就可怕。打吧，插刀换士斗在一处。这一伸手啊，徐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么一个朝天岭真是藏龙卧虎。藏龙卧虎，各位，那可就了不得了。这个人掌中这条鹿金腾蛇蟒是上下翻飞。徐良一看罢了，比那些人高得多。徐良那是武术行家，太会比武了。我主动进攻，节节倒退干嘛？看看你沈明杰究竟会什么招数。打来打去，打去打来，一晃多少多少的照面就过去了。徐良一看点了点头，能耐是不小，但是缺少经验，而且这个能耐也就到这儿。为什么呀？这套鹿金腾蛇蟒翻来覆去都使了三遍了，一趟招多少多少路使了三回了。徐良就明白了，也就这两下这才进攻。徐良这一进攻，沈明杰不是人家的对手，怎么办？拉了一个败士往月亮门洞那儿跑，一边跑一边喊：徐良，我敌你不过，你敢追我吗？徐良呢也是红脸汉子啊，追你就追你，你也能奈我何妨。徐良压都就追，沈明杰进月亮门洞三晃两晃，踪迹皆无。徐良一进来感觉脚下一软，冲人就下去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月亮门洞那全是消息埋伏，沈明杰掉不下去，人会走，怕沈明杰进去也掉下去。那这朝天岭赶紧烧了就完了啊！里外全往里兜，那不像话。沈明杰知道怎么走，每迈一步他走的是平地。徐良可不知道，咵就下了。白眼眉是真有能耐，知道不好，说声不好，腰眼一提气，噌往起一窜。但是你没有这个蹬力不行，拿左脚脚尖蹬，右脚脚面借力窜起来，空中一个跟头，啪往下一落，觉着就没事了，嘎一落地，又下去，腰眼再一提气，啊，他奶奶个孙子，窜起来，右脚脚尖踩左脚脚跟，啪又一蹦，又一个倒毛，啪一落地，啊，他奶奶的孙子，窜到第四下窜不起来了，我的天，哇！下去就下去吧。徐良打了半天了，各位，这人呢他是有体力限制啊，你说我是有能耐，我玩命来也不行啊，水米没打牙。斗这些贼人再会沈明杰消耗体力，而且往上三窜，那徐良已经到了极限了，真窜不起来。坑分脏坑净坑梅花坑，都是消息啊。这个本来说是这周三呢，啊，由我说书，因为这儿有个演员叫魏凤强，啊，小魏请假回家了，周三我得替他。周三我计划呢，说一回鬼吹灯，盗墓那个玩儿。但是呢，周三临时书馆又有变更，我还是周五说，下周三啊，林杰说你下周三你说一单段。鬼吹灯呢计划下周三，买了很多资料，上网也查，盗墓的仗着咱有路子，这书新华书店都没有，上面哪有墓，怎么挖，怎么盗，墓里头有什么消息埋伏，我一看，好家伙，墓里头消息埋伏非常的多，所以咱们说到徐良往下掉陷坑里，咱们不必细聊啊，因为短打书里头都有消息埋伏。我去那个古墓里边，消息也很多啊。咱这鬼吹灯呢，正在改写当中，还得改写那当然，照人原著说那不行，没跟人打招呼，我这有法律意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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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说了两三回不接触，不能再多说，万一人家国外告你怎么办呀？师傅受事儿够多的，也得找麻烦，尝个鲜儿就完。所以说，过去这个消息埋伏，那古人是非常的聪明，咔掉下去，坑里全是埋伏，脏坑，脏坑就是下水道，都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浇水，干水，好，上厕所排泄的那个玩意儿，什么玩意儿都有，弄到一块儿一和，好家伙，拿那叫地沟油啊，拿那叫什么玩意儿？苏丹红、毒奶粉，脏坑，净坑是什么呀？白灰，洗罗落落多少遍，非常细，但是人下去也受不了，扑一弄。眼睛、耳朵、鼻子眼里全是，啊，捞上来大白人儿，拿水滋，对你好拿凉水，恨你拿开水滋，生煮了那就。再有就是梅花坑，梅花坑是什么呀？下边都是刀子，刀尖儿朝上，人往下一落，那算你命苦，啥个痛怕的。徐良，万幸，净坑。不是梅花坑，徐良掉梅花坑，炸死了，我怎么办？我以死以谢冠状，我鬼吹灯怎么办？不能让徐良死，你说给他弄到脏坑里，拿水再冲，徐良多恨这帮人，所以掉到净坑，净坑都是来回搭上来，拿水冲，真想拿开水冲，有人来来来来。开水冲死了怎么办？滋得很干净，绑好了。沈凝杰看着徐良，笑还挺好，销魂啊！我销魂，看长这模样。怎么这是如评书里得模仿啊，跳进这人物，但不能是这人物，就像这人物就可以了，该你乐你不乐你哭那就行，沈凝杰乐，我都不乐，就你们仨哭你们乐，哎，我乐了。徐良啊，徐良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呢。这会儿徐良火大了，啊，沈凝杰，啊，你可忘了你舅舅的，能不骂？说得好，你不准使暗器，我是不使暗器，您弄消息儿，比我暗器还损呐。啊，你可忘了你舅舅的，我是老祖宗的，哎。朝天岭是文明的地方，出口不逊。啊，要的，呸！你们朝天岭这是德云社。相声后台，您到后台有的啊，观众跟演员成朋友，您到后台瞧瞧，您根本没法进，什么都聊。相声演员聊天不避讳。反正什么都聊，我们有底线啊！底线不是二人转的后台，聊艺术，但是聊相声，相声也算是跑江湖的相声演员，过去算江湖中人。他这一聊天不会直呼者也，有的时候带一点点小的脏字儿啊，不算什么。所以说，徐良是破口大骂：“啊，沈凝杰，你就不像话！”你不是个男人，讲啊，啊，你让我不是暗器，你是小心埋伏，沈凝杰，我跟你完不了。有本事你把我绑绳解开，咱俩比试武艺，你说是比兵器，是比暗器，还是比拳脚？啊，山西人我奉陪，你用这种方法，我不服。奈我何呀？一笑他乐呀，我总认为牙上可能有酒。
活了。要按现在话说，徐良骂师并不带重样的。他们也就是生母奉血人的弃婴，阴阳失调的黑猩猩。你是进化三星的恐龙，你是人类史上最强的废人，废人中的废人，你是废人中的 VIP 啊！徐良太狠了，沈明天不管那套，反正我把你逮住了。大伙商量商量，怎么处置徐良？还用问吗？杀呀！大家说这不能留啊，这得杀。就房叔安说别杀呀，这留活的，这拿徐良吊开封府的人呐。徐良眼看就要挨刀了，就房叔安一个人求情，很多人都说杀，少数服从多数，杀。开膛摘心，喽啰兵端过来搓盘，水很满了，呼一喷喷徐良胸口上，衣服扒开，这一喷，徐良一哆嗦，当将一齐。徐良心想：完了，我白眼没这么大的能耐，没想到落了个开膛摘心。徐良恨，我招谁惹谁了？徐良招李云天了，不招我，我能让他绑上吗？眼看这刀尖奔着徐良胸膛可就来了。屋里贼人高兴，好啊，把徐良一杀，天底下我们就没什么可怕的了，开封府那些人不在话下，就是徐良不好办，都等着摘徐良的心。就在这个功夫，一看牛打上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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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跑上来一个喽啰兵，喽啰兵噔噔噔跑上来，啪，大寨主有客到。说声慢，刀夸停住。谁来了？大寨主，宁夏国国王派前正印先锋官镇殿将军曹雷曹世彪曹将军请见。快请，快请，列队相迎。干嘛呀？这个陕西朝天岭跟宁夏国都勾着，宁夏国王赵元侯看大宋锦绣河山，那真是心想大宋朝人杰地灵，这么好的地方要落在我的手里多好啊！可惜大宋朝没有我的内应，所以他就跟陕西朝天岭勾结好，定于某年某月某日要攻打大宋。头一战就是黑风口，先把那拿下，往里打，都是勾好的，只有政治上的来往。所以说一说宁夏国派人来，徐良就不能杀了，这是正事，赶紧请来。你看，好家伙，这位镇殿将军曹世彪，大高个，这大个，好家伙，顶天立地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身背后八个兵丁，扛着一柄大锤。这柄大锤叫八棱紫金锤，搁秤上一腰上百斤的分量。大个大胖子使大锤往里一走，腾腾腾，咳嗽一声，飓风脏听嗡嗡直响。一看在后边宁夏国的兵丁扛着挑子呢，端着盘子呢，干嘛呀？知道今天是王继先的寿诞之日，宁夏国王赵元豪派人送来寿礼，可把王继先给乐坏了。好啊，哎呀，曹将军啊，大驾光临，大驾光临，赶紧请。您这一到，朝天岭是蓬荜生辉呀、啊！来，排摆酒宴。说声排摆酒宴，不大一会儿，那真叫山中走兽，云中燕，陆地牛羊，海底仙鹿，摆好了。酒宴之上离不开酒，曹世彪用大海碗喝酒，好亮，一边喝一边聊，聊来聊去，曹世彪就问：“大寨主，近来我看院里庄爵之上绑着三个人，瞧这意思，好像是要开膛摘心呐！”啊，曹将军，来的正是时候，待会儿咱们吃人心下酒啊！好，妙哉，妙字明亮。
人称白眼眉。那个老头是他的老岳父，叫严正方。旁边那个黑不溜秋的是徐良的爹，当初大如意的三爷穿山属徐庆，三个人来到朝天岭捣乱，让我义子干儿沈明杰拿下。哦，曹世彪一听，谁？徐良。哎呀，他都站起来了。徐良，不要杀，不要杀！徐良在我们宁夏国可传开了，家喻户晓啊，那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啊。这个人怎么能杀呢？我看把徐良还有严正方、徐庆，干脆装囚车木笼，押到我宁夏国，让我宁夏国王亲自看一看这徐良是何许人也。这个怎么办？人家要活的，山上喽啰兵全不干。大小的贼头一听，别介，冲大寨主使眼色。但是王继先明白，得罪这些喽啰兵没事，要把宁夏国给得罪了，谁给我做靠山呐？想了又想，好吧，吩咐喽啰兵打囚车，把徐良等三个人装到了木笼囚车。饭吃完了，王继先回到屋里，把沈明杰叫到跟前儿。孩儿啊，义父得辛苦你一趟啊，不是义父我对这个曹氏彪不放心，为什么押徐良这三个人？这可是千斤重担啊。徐良朋友可多呀，万一这一路之上真有人劫囚车砸木笼的话，到时候咱们可就说不清楚了，所以让你护送，万无一失。孩儿啊，你就辛苦辛苦吧。沈明杰一听，点了点头，别，放心，也就我能压徐良，换别人我也不答应。您放心，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，明天我跟曹世彪赶奔一趟宁夏国。孩儿啊，一路之上多加谨慎。哎，料也无妨。沈明杰这会儿狂了，这人一狂啊，他就没边儿了，觉得天下就我沈明杰能耐大，白眼眉徐良都让我活擒了，他可就忘了他怎么拿的徐良。简短截说，到了第二天早晨，曹雷、曹世彪等人吃罢了早饭，喽啰兵也派了几个，没敢多派，派了50名喽啰兵，再加上宁夏国的军队，开路先锋曹世彪骑一匹大黑马，旁边一匹白马，马上端坐孝郎君沈明杰。沈明杰短衣襟小打扮，腰中暗藏鹿筋腾蛇的杆棒。临走的时候，王继先又把沈明杰叫到一边，孩儿啊孩儿啊，你可多加谨慎，一路之上不可有闪失啊。爹你就放心吧。沈明杰心想，我爹怎么了？这是上个岁数怎么越来越啰嗦，这么胆小怕事。走，说声走，大车子就开着往前走。过了摩天岭，摩天岭再一道山岭叫白云岭，白云岭下有一片村庄。沈明杰勒住司机，慢。小寨主怎么不走了啊？曹将军，不瞒你说，我最近呢一直没回家，我去外头办了点事，回来赶上徐良搅闹朝天岭，我把徐良给拿住，我得回家看看我老娘啊。你看前面那村庄，我们家就在那儿，您略等片刻，我跟我娘大声招呼。不要时间太长，咱们得赶紧回宁夏国。您放心，沈明杰翻身下马，进了村，村里有一个大宅门，说是大宅门，在这村里头算是不错的，但是也谈不到多么豪华。一看门敞着，门前有两个老人家正在扫院子。沈明杰往这一站，两个老头抬头一瞧，哎呦，少爷回来了！哎呦，少爷呀，您怎么才回来呀？赶紧给老夫人送信，少爷回来了。有一个老头把扫帚一扔，噔噔噔噔噔往里跑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夫人呐，少爷回来了。”
刘大姑里头，婆子老妈出来，沈明杰迈步进了屋一瞧，正当中坐着一个老太太。这个老太太白发苍苍，但是相貌很慈祥，捻着佛珠在这儿正在念经。沈明杰这一进来一看，正是自己的老娘。您别看沈明杰是练武的人，但是非常重孝道，一看老娘白头发又多了几根，心想我这一出去掐指一算得有两三个月了，两三个月没有陪在我娘的跟前，按说我应该好好陪陪老娘，没想到我得压着徐良赶奔宁夏湖，这一去一返又得耽误一段时日啊！哎，沈明杰眼泪下来，哭哭往地上一跪，娘啊！哎，这月了。往前跪爬了几步，老太太睁眼一看，啊，明杰呀，啊，明杰，谁叫你明杰回来了？你说他没这字儿啊，还没法进京。说来剧中人是个老太太，你答应这个？明杰呀。老人家眼泪就下来了，赶紧把沈明杰搀起来，儿啊儿啊，我好好看看。娘啊，这些天我怎么又回来了？您挺好的。孩儿啊，为娘我好得很，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？娘，我还得走啊。哎呦，怎么刚回来还得走啊？嗨，您别提了。沈明杰把经过一说，我得赶奔宁夏湖。老太太一听啊，当时就一愣：“明杰呀，你说押送三个人，这三个人是谁？”嗨，这三个人，娘，我一说呀，您都得替我高兴。我可露了脸了，这三个人您猜是谁？有一个叫徐清，当初大武艺的穿山鼠，还有一个叫严正方的。这都不算什么，最有能耐的就是白眼眉徐良啊！现在江湖之上一提徐良，谁不知道？没有人是徐良的对手。娘，您猜怎么着？孩儿我略施小计，把徐良给拿住了。娘，您不替我高兴吗？沈明杰以为说完这番话，老太太得特别的高兴，哪知道老人家把脸一沉。眼泪下，当时沈明杰吓一跳：“娘啊，您怎么哭了？娘，您快说呀！”“哎呀，娘您别哭，怎么了这是？”旁边老妈子赶紧解劝：“少爷少爷，老夫人想你想的呀，好几次晚上叫你的名字醒过来，看见你能不哭吗？”哎，老太太哭罢多时。掏出手绢擦了擦眼泪，看了看老妈一摆手，先下去吧。哎，夫人有事您招呼我。老妈子出去，老太太把沈明杰拉到跟前：“孩儿啊孩儿啊，现在你也不小了，也懂事了，有的事情为娘也不能再瞒着你了。”你说这话沈明杰吓一跳，身世就有所怀疑了。有的事情也不能瞒着你了。徐良、徐庆还有严正方，孩儿啊孩儿啊，你可一定要保他们周全呐、啊！呀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沈明杰一想，自从我们母子二人落难到了朝天岭，我拜王继先为干爹，打那起你甭管我立多大的功劳，我娘好像就没乐过。有的时候晚上我一看老娘偷着在落泪，我到现在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娘一说这话，看来这里边有隐情啊。您说吧，孩儿啊，有的事情
我得告诉你了。刚说到这儿，老妈子端着茶盘进来了。少爷，喝口茶。夫人，您也喝茶。哎，不叫你别进来，下去吧。哎，老妈子出去。老太太看老妈子出去，接着跟沈明杰说：“儿啊儿啊，有个事情，为娘我真得告诉你了，因为你岁数也不小了。”正说到这儿，外头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一个喽啰兵。少寨主，哎呦，老夫人，少寨主，曹将军着急了，让您赶紧走。哼！沈明杰急的下去，哎，喽啰兵出去。沈明杰说：“娘啊，您看。”老太太一摆手：“孩儿啊，孩儿啊，这样，你先押送徐良等人赶奔宁夏国，等回来先不要回朝天岭，先回趟咱家。为娘把一些事情得跟你说明白呀。”娘，哼，你看，三次，老太太话到嘴边，全让人给打回去了。沈明杰没有办法，跟老娘告辞。临走的时候说：“娘啊，孩儿我得有一个月左右才能回来，您多多保重。孩儿啊，孩儿啊，为娘送你一句话呀，做什么事情不要做绝呀，要给自己留点余地呀。娘，您放心吧，孩儿我干死了。”沈明杰出来一看，曹世彪真等急了：“怎么这么半天啊，让您久等了。”沈明杰搬搬凳凳飞身上马，大队人马是直奔宁夏国。这一路之上，沈明杰就琢磨：“我娘不对呀，太反常了，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呢？看我娘这意思好像很难过的样子，到底是什么事儿？我还不如问问，我这人心里搁不住事儿啊，我问完我落得踏实。你说这一路之上，哎，沈明杰没法跟别人说话，琢磨自己的心事。单说这天正往前走，可就走到了一个羊肠小道。有人勒住丝缰，噔噔噔跑过来：“曹将军，少寨主，走不了了。”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为什么走不了啊？”“少寨主，您看，拿手一指，前面羊肠小道横过着一个老头，有一老头在那儿，他过不去，让他走开不就完了吗？他不走啊，搬他走。”曹世彪粗人，把他挪开不就完了吗？“我们挪了，我们十个人没挪动他。”“嚯！”曹世彪一听眼前一亮，怎么着？一个老头十个人挪不动，得多胖的老头啊！是孙越老了吗？100个人都够呛，凝固了。带我滚开！曹世彪一催战马，吁，爬到跟前。这阵沈明杰等人也过来了，一看，在道旁横卧着一个老头。咱说羊肠小道，横着躺一个老头，这真没法走。你说绕过去根本绕不了，一绕就悬崖了。一看这个老人家穿的挺破，瞧穿的呀像一个要饭的花子，披头散发，往那一过，哎呦，哎呀，哼啊，还又是滋儿哇直叫。在老头跟前有一个很长的钓鱼竿，一看这个钓鱼竿发黑色，而且是锃明刷亮，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年了，一看是个老物件。曹世彪过来翻身下马到跟前儿：“老头儿。”不会说话，老先生老人家多好，指名叫老头儿：“老头儿，我们过去，我们是宁夏国的军队，到时候你误了公事，要你老命。”“哎呦，你说说啊，这大白天的
这山沟里呀还有人养狗，狗叫唤呐，声音震我耳朵呀。哼，你骂我是狗，你看你自己都承认了不是？哎呀，老匹夫，我他妈摔死你！曹氏彪脾气暴，我们以身受苦，抓这老头儿。您可别忘了，咱刚才说了，曹氏彪力大深沉的，那对八棱紫金锤上百斤的分量，有气，抓一个瘦老头不在话下。一伸手，这手掐住老头的脖领子，这手一抓老头的腰眼儿，哎，没错，这么大的一个曹氏彪，愣没把这老头给举起来。你说举一点儿也算举，离了地就行，没离地都还是行。哎呀，别死，衣服破了。哎呀，我呀，没仨没俩的，谁养过我呀？你说我衣服破了，我可怎么办呢？我也没有钱呐，就钓俩鱼吃。你把我衣服撕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哎呀！双膀一较力气，哎，曹日彪衣服都快撕开了，举不起来。老头还说：“别举了，别举了，岁数大了，岁数大了，我都过了退休年龄了，过65了，我退休年龄了。”又举了举，哎呀！民间一看，心想不对，这老头长地上了。我来，飞身下马，曹将军闪退一旁，把他交于某家。少寨主，他太沉了。沈民间心说，这个老人可不一般呢。曹世彪我知道，那是宁夏国的镇殿将军，前不正印先锋官。双膀一晃，千斤之力，八棱紫金锤上百斤的分量，你要说气力，谁也敌不过他。这个老头他都举不起来，这绝非常人。我来，沈明江挽了挽袖子，一抱拳：“老人家，哎呀，还是你会说话呀，少寨主啊，少寨主，听我良言相劝，把车上的三个人给我留下。”否则的话，你们想从这儿过去是比登天还难的，除非是从小老儿身上马踏车压过去，否则的话我是绝不起来呀。不信你举一举我，你能把我给举起来吗？老人家多有得罪。沈明杰一伸手，嗨，双膀一较力，当天一力会文气。沈明杰不使拙劲，那是练过武术会气功的人，上三门的门人弟子，嗨，真比曹氏彪强，把这老头举起来可就离了地了，但是举不了多高，往下一放，把个沈明杰累的嘘嘘之喘。哎呀，这个老头会气功啊，离了地了，但你说举过头顶连门都没而举到小府都举不了，但是曹世彪给人沈明杰挑大拇哥，比我强，我举他没离地，沈明杰让他离了地了。老头一乐，孩儿啊孩儿啊，你比这个饭桶强多了，但是有一节呀，你也是饭桶啊，你不就是那个朝天岭什么王继先的干儿子吗？叫什么呀？我叫沈明杰啊，沈明杰，小贼崽子，有一外号叫笑脸郎君，对不对呀？有两下子能耐，还不听我的话，把仨人放下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，让这饭桶带着人回宁夏国，你回你的朝天岭，你可别忘了你娘临走的时候跟你说的话哟。我什么事儿没给自己留有余地呀？啊啊！沈明杰心想：
我跟我娘的对话，他怎么知道？老人家，当着矬人不说矮话。我知道您肯定是个高人，您姓字名谁，报上名来，我死我也死个明白。小老儿，我的名字不值一提呀、啊，跟你这个小贼崽子比呀、啊，我就没名儿了。赶紧走吧，老人家。既然你不报名姓的话，休怪神明劫我无礼了。说声无礼了，神明劫一撩衣服襟，啪，鹿筋腾蛇杆半个就拽出来。这种地方就得玩横，腾蛇半个晃。人家报名不报名？没名儿。好鞋没号，野鸡没名儿，崽子比不了啊！哎呀，真不保命啊！干嘛呀？还要跟老头我伸伸手吗？你呀，是把你娘的话都给忘了？也罢，既然你要伸手的话，小老儿我就会会你。说着话，这老头站起来。衣服紧了紧，哎呀，再伸手来吧，一猫腰，把这钓鱼竿可就捡起来了。鱼竿一晃，孩儿啊孩儿啊，这钓鱼竿啊就是我的家伙。你要真是见多识广的话，我都不用报名，你就能知道我是谁。方今天下使钓鱼竿的有几个呀？全天下就我老头一个人，哎，你看，要说你见多识广，我是真亏心；说你师父饭桶，我也对不起良心。你师父这么大的能耐，就没告诉你江湖上有什么人吗？啊，哈哈，真是贼崽子见识少啊！也罢，既然这样，小老儿我就会会你，回去见你娘，好好认个错。就说我呀想他了，哎呀你们把神明姐给气的满口胡言，腾蛇棒一晃，再看这个老头把脑袋一晃，眼睛可就睁开了。这睁开眼可不要紧，从眼睛里冒出两道寒光来，超人掩饰人的心中之苗。这人能耐大小看眼睛，说相声的包括说评书的演员上台死养眼不行，这辈子不要吃这碗饭。您见哪个艺术家过去老前辈说死养眼上台两眼无神，你怎么传达你的信息呀？眼是心灵的窗户，眼睛没神，观众看着烦，一个个上台眼睛得瞪起来。真正说练武术的，从眼睛里真能冒出两道寒光。沈明杰一看，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，这个老头可是不一般，不一般，二一般我也得会会他，要不他不说他是谁，骂我半天了。贼崽子长，贼崽子短，我能吃这亏。沈明杰腾蛇膀一晃，老人家，得罪了，说声得罪了。沈明杰往前一跟，腾蛇膀一晃，站着老头，啪就打下来了。腾蛇棒是软家伙，他往下一路，老头一乐喊了一声来得好，往旁边一闪身，一棒走空，两个人插招混势斗在一处。沈明杰一会这老头可不要紧，这才惹出一场大祸。